A 区是立新装潢祥龙队，我们B区呢是这个原创古墓系，最多也都是从外地到我们苗栗求学的同学们，他们组成的这一个队。是，那我们C区呢是金环舞龙队。 在我们这个第四个炸龙之后啊，半龙之后呢，我们的这个龙队呢，就有今天在我们现场要参加化龙的有六只龙队，这六只龙队呢，这个在放龙完之后呢，就赶快去盘龙，在我们规划的化龙区，我们有。 我们呢，这个玩的时候，接的是飞天炮阵，还有这个烟火的这个表演。各位现场的好朋友，今天是我们农历的正月十七，过11年子时以后呢，就是正月十八。那今年的2018的放龙呢，我们将会延续到我们正月的18，就是11点过后呢。 我们今天参与表演的九尾的龙队呢，会有六尾留在我们的现场，要做化龙的仪式。那如果你有兴趣把苗栗的放龙做一个完整的巡礼的话呢，那非常欢迎各位呢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压轴放龙结束以后，我们还有个正式的化龙返贴的仪式，那是一个正式的祭典啊，欢迎大家留下来，在舞台最右手边的地方，我们。 最后会有一个化龙返贴，非常正式的一个仪式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我们今年的放龙六部曲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别急着走开，我们最后这一波的放龙一定把所有的鞭炮。 压箱宝全部拿出来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待会放龙完毕之后，我们还有烟火秀哦。是，好，放龙结束以后，我们在河滨公园呢将会释放15分钟的烟火秀，所以呢，各位现场的好朋友，等一下，我们放龙结束务必看完我们最精彩的烟火，再搭配苗栗的山光水色，一定让你留下最棒的苗栗放龙的印象啊！ 各位现场的好朋友，在我们套路的表演，那在 A 区的部分呢，立新装潢跟我们的金龙舞龙队，那特别是我们的金龙舞龙队呢，刚刚这两天的彩街，有很多的好朋友呢，都把他们的降龙呢炸得非常的热闹啊，所以呢，在套路的表演恐怕没有办法完成的展现他们的武艺啊，所以呢，会有一点暂停的状况，等一下的炮龙。 放龙呢，就让他们全数的尊称结束的演出哈，所以就请各位呢，多特别的多多包涵，特别是我们 A 区跟 C 区的朋友，那我们要特别谢谢联大土木系的同学，在此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，因为待会呢我们就要放龙了，怕大家待会没有听到讯息哦。好，来请注意了，待会呢我们这三队呢放完龙之后，我们会有一个高空烟火秀，那这个烟火秀完毕之后。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高飞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炮阵，对不对？哇！而且会用吊车把它吊在上面，然后待会我们会组装，让大家从来没看过的炮阵，稍后在烟火秀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也请大家待会现场可以直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这三队呢，我们套路如果表演完毕之后，我们准备是我们。 今年放龙的压轴的第三场演出，这个时候要调整队伍了，请大家退后了，对不对？A 区
立新装潢龙队，请准备。等一下，我们民众要先退哈。土木系龙队，请准备。是。金环五龙队，请准备。是。接受我们炮阵的洗礼。好，那我们民众稍微退后。好，请。然后口罩戴起来喽，口罩戴起来喽。好，各位现场的。